啥都没有。对，一顿加分。而且那个不光主持的活动，还有演讲的比赛，就后来总队还有演讲比赛啥的，他也去，也都参加了，对，也都有各种加分，没有一分，就没有任何意义。那他之后还去吗？之后。还是叫得出来，还有黄伟，廖总去打单球去了，他找廖总了，廖总说打台球去了。
事儿都有。哎，我们那个是每一个分，每一个就是他们就是没有什么。